最近呢，出差比较多啊，和别人约的这个饭局也比较多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南北方的这个饭局的话题差异。北方饭局呢，哎，这个吹牛喝酒，哎，聊关系，那谁谁谁知道吗？哎，我认识，那谁谁谁知道吗？啊，我的关系，哎，我兄弟和我很熟的，遇到事儿呢，哎，拍胸脯说这事儿你别管了，兄弟。结果呢，到最后一般就是真的是没什么人管，说完就完了。总的来说，吹牛为主，说事儿为辅。南方人呢，就一般喝茶，聊天，饭局也基本没什么人劝酒。聊天内容呢，非常非常的单纯，就是搞钱。你最近怎么搞钱呢？我发现了一个什么方式，可以怎么怎么搞钱，要不要一起来搞钱？聊八卦呢，也说的是，那谁你知道吗？最近搞到钱了，咱们能不能也那样搞一下？我发现我很多广州、深圳待了很多年的朋友啊，就北方的朋友。最后呢，是真的回不来北方了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关系吧。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饭局话题？你那儿的饭局都聊什么？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交流一下呗。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